得了你的眼？也不是，还真有一个。倒茶。你让我给你倒茶？这位子本就是为钟离留的，这茶自然也是钟离来帮的。如今你占了他的位置，当然要做他该做的事情。不过你也可以选择和他换一下，你去赶车。好，我给你倒茶。你这茶艺倒是比钟离好得多，要不考虑来我这儿当个侍女，我也好每日喝上一壶好茶。好茶没有，拳头倒是有两个。我还真想领教一下你的凤啸九天呢。那就不知道你的蓝暗天下能不能接得住。你这样不肯吃亏的人真是前所未见。要知道这世间之人如此之多，你又怎能全部见过？前所未见不过是你见识的人太少罢了。并不是所有人我都看得上。这人人都说皇朝孤傲，我看你才是真的孤傲，就没有人能入得了你的眼？也不是，还真有一个。说说，说出来让我听听，哪家姑娘这么倒霉？青州西云，你武功虽高，但其他比起西云还是差了许多。我猜你定是没见过他。要知道西云十岁方做出论景台十策，名满天下，之后更是流失众多，文采冠绝古今。杯酒诗意何与狂，苦吟且称斩愁伤，余风浅暗难知命，雁落他乡亦断肠。你怎么了？这首诗爹爹也教我背过。